500。上班了？上了。上班我就不要了。500，这谁的车啊？老板，谁呀？我在这里等着吧。500。来上啊！再来一首。再来啊！哎呀，什么料啊？这不是华商吗？哎，豪哥，哎，是你们了、哎，好久不见了。哎呀，回来拜山了。一天，哎，山都拜完了。一天，拜完了，我家那个没拜完呢。开了，开就开，怎么又玩这个金花？玩的高啊！哎呀，哎呦，不小心，你看老凯像刀鸡啊，真的是。东阳，看到、啊，把桌子移了一边，我要回去了。哎呀，等一下，什么？急什么？我在大路中间堵啊！才刚刚开始啊！不是，这谁呀、啊？啊，我先交了女朋友，那么漂亮啊！嗯，可以啊，混得不错啊，宝马车也开起来了。还好，要不要娱乐一把先嘛？我早就不玩这个了。那等一下，我们也是才刚刚开始、啊。不玩了，亲爱的，我们要回去，走吧。哎、你什么时候让我过？才过两个小时吧啊！两个小时？是啊，我们也是才刚刚开始放在这里。亲爱的，要不这样，跟他们玩两把，杀完他们的钱。哎呀，不玩了，十赌九输，走了。我杀完他们的钱，他们就能让我过了啊。只准玩一把，不能玩多啊。啊，行，是啊，娱乐一把啊。好，打你啊。嗯，打你。哎，帮我捡一下那个筷子。这啊，哪里是吗？对啊，一百打底的。不公平的啊！我坐这边，让个位。坐一下不走啊？坐你也不要去那边坐啊！这个咸湿老了，我跟你说。我跟他中间这里有界，他碰不到我了，我哪有电棒了？走啊！红娘吧，这个谁呀、啊？哎呀，这个是那个马龙的媳妇啊。干嘛？还没来远去啊？当我不存在啊？朋友在这里，真的是的。两百又两百。三百。马龙的媳妇这么漂亮。是啊，她这十岁了。哎呀，500了。跟上。多少啊？500。500小意思，我不瞒你们说，我在广东上面天天都玩这个的，这个都是讲究那个心理的。那都是老油条了，就是刚刚还说装不玩。那做什么工作了？你也能买得了了啊？我在开洗衣液厂啊。哦，开厂呢、啊？难怪这还买得起宝马，去年还是你开那个嘉陵回来。到你啊！废话那么多，500，啊。一千了，一千五，2000，这样才好玩嘛，这样才刺激嘛。三千，赶紧不看牌啊！啊，算了，我看牌算。我是继续吗？提什么？这种牌哪敢继续啊？不要，不要了，什么牌不要？我看一下。哎呀，一对七都不要啊！哪里一对七？是一对七啊？怎么5张牌啊？哪里有5张？放在那里的上哪里？哎呀，真是！想拿几张就拿几张啊？多少？我刚不是说5000了吗？猫5000了，五千。啊？5000。哎呀，还不看牌啊？哎呀，瞄一下，很久都没有搞一个大的。急什么？现在是一蒙吗？大家也不知道什么牌，真是。哎呀，看来我的，不要、啊。一万，哎、不要啊，剩1万呢、啊。亲爱的，要把他们杀光。一万就一万，
你下那么多了，你也看白了吗？没看白呀。没看你一万，我要上两万的不？是啊，两万。继续一万。两万。哎，我上两万了。哎，别下那么多了，他输了。哎呀，输了我还有一个厂啊，他怕什么？那个厂不能压啊，我告诉你啊。师傅，我这个车还能压了。两万。别压。师傅。我就不信了，你看出来有什么的？别上了，别上了，别玩了。你现在蒙多少了？蒙两万了，上四万了，是吧？再两万。你让他们都出老千怎么办？再是吧？再两万。现在玩也不是个办法，你这个链是不是真的？没是真的，我去年才买的。不对呀、啊，你怎么这样子玩呢、啊？我看白了，你还蒙那么久？哎呀，蒙着吧，谁知道你是不是投机的？那就搞一把大的，你既然胆子那么大，你拿什么跟我搞？你都没有钱了，是不是？我这个车15万呢、啊，你这车才15万吗、啊？嗯。哎呀，我做个链子，去年才买的，几万八，嗯，几万八，这里还有点现金啊、哦，你这个不是说15万吗？我这里5万现金，那我就把我的车也压了，哎，不能压，啊、不能压，说好了啊，哎呀，说了不能压，赢定了这个牌，你怎么知道会赢定？等一下，说好了，快点来，钥匙钥匙在车里面，不要放了，啊，今天打够了，开了，开了。你先开，我看你什么牌，我就是我先开。你不用你先开了，我三个店你不可能赢的，你都是懵的。赢定了，赢定了，回报235啊！235啊！怎么二十？怎么有这种事啊？怎么有二十？怎么这种事啊？哪里有那么巧的？三个235就三个店呢？那我们三个店不是最大的吗？你不懂的，南城公司哪里有那么巧合的、啊？怎么就没有那么巧合？天天是不是出老千了、啊？你们输了就你别玩了，你还玩？你看车都输了，都输了几百万了，我都服了你了，都怪你啊，还没事。亲爱的，我走路回去吧。走个屁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从现在开始我跟你分手啊！从此你到底是独木桥，我走我的阳关道啊，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怎么有这么现实的啊？我出了钱就分手的，都怪你们了，不怪我们呢。这叫拦路，谁叫拦路了？真的是，这里那个那么宽，你都不过不了吗？至于说我回去碰一下山去。明天你们把那个去购物啊，钥匙在车，你自己开去购物。发财了、啊、这个宝马、啊、挺厉害的啊！今天晚上带你去兜风，带他坐个宝马去啊！哎，行，走，我再坐那车顶啊！好，走。